今天是2023年新春佳节大年初一，在这个吉祥的日子里，尊贵的金菩提宗师将为世界各地的网友们在佛菩萨面前敬上头香。恭请金菩提宗师点燃佛前明灯。恭请金菩提宗师佛前敬香。感恩诸神灵护佑，感恩四海龙王，感恩一切天神，感恩一切地神，感恩一切鬼王护佑，感恩四大天王护佑，感恩一切佛菩萨护佑。恭请金菩提宗师带领大家礼敬佛菩萨，请大家真诚恭敬，跟随师父三拜九叩，或者合十鞠躬。何时鞠躬？恭请金菩提宗师为网友们敬上头香。恭请金菩提宗师为网友们敬上无量功德药师佛护佑头香。祈请大慈大悲无所不能随时爱护我们的药师佛护佑功德无量，药师佛护佑
投香者，消灾延寿，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，家族兴旺，平安吉祥。恭请金菩提宗师为网友们敬上事业兴旺、家宅鼎盛头香，祝福你们家族兴旺、事业发达、家宅平安。健康长寿，得大富贵，诸事吉祥，消灾延寿。吉祥如意。敬上随顺心意投香，祝福随顺心意投香者事事如意，随您所愿成就美好事业，安康自在。敬上出入平安投香，祝福出入平安投香者四时吉祥，诸神护佑，身体健康，出入平安吉祥。感恩师父为网友们2023大年上头香。恭祝师父新春快乐，法体安康，弘法顺利，如意吉祥。